芒果切开之后，它有黏黏的，有一点黏黏的。它那个就是它的果胶跟膳食纤维哦。那当然对于肠胃道啊、消化啊、整肠是很好的。是，但是你吃它不甜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它糖分不低，所以糖尿病的病还是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